生命电视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月悟教员集。自利利他，只要心中保有一念无害众生的心，这就已经是功德一件了。因为这念心已经帮助你自然而然地在自利利他了。希望这点大家铭记在心。人类，现在我们虽然已经获得人身，但心态却像是豺狼虎豹一样。如果我们好好地思维这个世界的万物，会发现真正可怕的动物是我们自己人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我们人类所制造出来的。佛法深浅，佛法没有深浅，人心才有深浅。法要用到心上，帮你调伏自心的才是佛法。
指证，在指证别人过失之前，首先要将自己如高山般的过失先压制下来。正因你自己已被这么大的过失压制着，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和闲情去找别人的过失，因此要先医治自己的病，再去指证别人。上师，如果你没有厌离舍弃此身，即使遇上具德的上师，也不可能对你有任何的改变。上师的专业和事业是为他人指引解脱以及与获证佛果的道路。如果弟子不需要这样的指引，上师对他就没有任何的作用。所谓上师，包括了根本上师、传承上师各种不同类别的上师。因此，对于上师这个名词，应该要更广义的去思维。否则，如果只承认自己今生所见到、所认识的上师，对其他的上师装作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这是不可以的。发愿，如果我们能够带着一个完全清净的动机来发愿，我们的祈愿就不再只是一种符号性的象征，而是真正能够获得实现。
觉知觉受。我们反观自心与自己的觉知觉受时，会看到自己存有贪欲心、嗔恨心、嫉妒心、吝啬心，这是因为对治烦恼的方法仍是非常弱小的缘故。手持的心态，不管别人如何看你，无论是在赞叹你具足功德，或是讥嘲你的过失，你都不要太过在意，因为即使是功德圆满的释迦牟尼佛，也有人觉得他有过失。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别人怎么看，都不要随风摆动，这才是我们该手持的形态。上师的面容，我们若有机会见到上师，则应该注视上师的面容，无需觉得不好意思或有所冒犯。凝视上师的面容可以帮助我们升起信心并获得加持。
利益众生。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杀害许多鱼和鸡等，这都是伤害众生的行为。如果不去思维自己的身与意是不是伤害到众生，只想到自利，完全没有利他，只是口头上说利益众生，是没什么意义的。佛教徒喜欢发很大的愿，动不动就说要利益尽虚空，骗法界的众生。如果连不伤害众生都做不到，这样的大愿又有什么意义？苦行，有些苦行是重要的，倘若没有一点艰苦，而想要在佛法上升起功德觉受，这是非常困难的。影响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只有一个，而发生在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事情都会对其他地方造成影响。好比一个圆滚饱满的足球，任何地方漏气都会影响到整个足球。护持台湾救狗协会，邮政划拨户名
台湾救狗协会，话拨账号5001-6766 5001-6766，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8-660 012-001-198-660，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修持佛母孔雀明王经，恭请慧宣法师、原定法师领众，日期10月14日星期六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3 07221232330728202278 0728202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衣，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众善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众善书坊。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梁皇宝忏暨三大士于伽堰口法会，恭请慧泰法师、慧亮法师、广护法师主法，日期10月16日星期一至10月20日星期五梁皇宝忏，10月21日星期六三大士于伽堰口法会，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湖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法会备有接驳车，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洽询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有些人觉得如果我们去医院殡仪馆或者是去坟墓的时候会给大家带来霉运，但是呢清明节我们又必须要去扫墓，那师父有何看法？在佛教里面，佛教的精神就在于要在痛苦的地方带来光明。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前选择印度那个充满了种种的不平等、人权很低下、那个时候的印度还很脏乱的地方，他出世了？他降生在印度，就让印度充满了佛法的光明。那些不平等，我们讲说阶级种姓，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出世，所以消除了，至少在佛陀的僧团里面不存在了。再来，我们大乘佛教都很喜欢拜观音菩萨、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发愿说，什么地方有痛苦，他就会去什么地方救度他们。那地藏菩萨发愿说，什么地方是最痛苦的，乃至于地狱道的地方，地藏菩萨都会去那个地方救度他们。所以对佛教徒来说，我们不是害怕殡仪馆、害怕坟墓，我们应该说我们要把光明带到那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害怕怎么办？我们在那个地方会害怕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求光明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光明的力量是谁啊？阿弥陀佛，无量光的力量，观音菩萨大悲心的力量，地藏王菩萨大愿的力量。所以我们如果去殡仪馆、去医院、去一些不干净的甚至闹鬼的地方，我们会害怕怎么办？赶快念佛，我们就赶快合掌起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这个时候啊，这个痛苦的地方、不清净的地方，
有鬼的地方，就变成佛的净土，就变成佛清净的世界，因为我们把佛的力量带给他了。所以在佛经里面讲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房子1000年都没有见到阳光，1000年黑暗的地方，只要一盏灯亮起来了，整个房子都亮起来了。所以我们在痛苦的地方、有鬼的地方、不清净的地方，我们只要把佛的力量带去那个地方，哎，那个地方就变成清净的，那个地方就变成光明的。所以不是害怕它，你看哦，我害怕坟墓区，我害怕去医院，但是你还要去啊，你去的时候你就很害怕，因为你害怕你就会有种种的烦恼，种种的妄想，然后到最后呢，你的情绪就越来越负面，越来越糟糕。这个时候呢，我们反而很容易被那些负面的力量影响到我们，所以我们必须用正面的力量，佛的力量带给那个痛苦的地方。我们要把地狱转化成极乐世界，要把这个五浊恶世转化成极乐世界。那要怎么转化？念佛，用佛的名号、威德力、佛的功德力带给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变得很吉祥，那个地方就变得很清净。到时候呢，大家说我又要去扫墓了，为什么？我要去坟墓去念佛。我要去医院了，为什么？我要去医院念佛。透过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害怕，而且可以转换那个地方成为净土。这是佛教里面所讲的重点，就是把不清净的地方转化成清净，把痛苦的世界转化成极乐世界。那透过我们的力量，我们要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把佛的力量带去那个地方。好，